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从1376集的节目，我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做官方的 Masterpiece 系列。这次的 MP52 呢，冲着我对 Starscream 这个角色还算比较喜欢的，而且它的一个人形状态呢，我觉得相较于过去的 MP1.0 或者 1.5 世代，我觉得进步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一次的话，虽然它的价格非常的贵啊，我是台币6200块钱，超过人民币1500块钱去入手的。那 OK 吧，就给大家做个简单的分享。首先啊，它的说明书呢已经不再是早年的 MP 是书本了，而是变成一张纸的。那我觉得 MP 系列最好的一个传统呢，就是它有这一种人物的正面、侧面还有背面的一个完整变形的形态。相较于一些美版的玩具来讲的话呢，有时候呢它拍一个你觉得没有办法帮助你全部变形到位的一个照片，这个是好很多。虽然说我看这个还是可能变不到位了啊，那它还有一张纸质的人物卡，人物卡的盒绘是很漂亮啊，而且它是真的是一个纸材质的。那我已经不下数次说过，其实我比较喜欢这种纸质的，比较有我小时候收集一些盒玩的时候附送的人物卡的感觉。那我们就先看一下它的一些小配件了、最主要的先看一下这个主要的一个配件 Megatron 的一个手枪。它的一个上面的图章说实话还不赖啊，然后上面狂派的标志印的也算清楚了，然后铁灰色的质感还算不赖。它有一些特效部件，特效部件的话呢有这个发射之后的一个形象啊，这个可能有些人就是发射的时候是这种形态，那有一些可能你的一个爆发力比较强啊，可能就是这个形态。当然很多人一定会说这些都不是我啊，这个才是它的一个发射形态。 OK 好吧，这个完全端看你个人那个偏好、握在手上就是从这个地方标准 MP 的一个手掌心去握的。那这个枪的话呢，就这个配件大家知道就行了。然后另外的话呢有两管，这个部件呢是变成载具的时候呢可以安插在尾部的一个喷效的特件。那再来就是有一个电钻，这个电钻的话呢一样是这里有一个孔洞啊，直接插在手上就可以了就像现在这个手上、这里我直接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这是他拿着一颗陨石的一个碎片的一个感觉。那本身的话呢，它是这个地方呢是可以打开，但是它不能够转动，我比较可惜。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陨石的碎片就这样子轻松的一夹就可以把它给夹住了然后可以让它看着这个东西。那这些小配件的话呢都是对动画片里头一些还原的致敬了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有些人或许觉得没有这个东西也没关系啊，你把 QC 做好一点就行了。然后呢我觉得最有用的一个配件嘛，应该是它的一个替换脸。它的替换脸的话呢一共有很多的表情啊，那我只拿其中一样呢给大家做个示范。由下往上把它掰开之后就可以看到内部的一个形状，然后这是一个弹簧的一个机制啊，变形的时候呢由于头部收纳的关系是需要这个弹簧的。但是各位有没有看到我的这一侧的弹簧啊，显然是不太够力啊，它会稍微的就有点卡住，我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啊。那只要换上另外一张脸的话，把这个卡扣扣上去，就完成它脸部的一个替换了啊，非常的简单。我们直接先对比一下旧版的 MP 的 Starscream。实在是这个人形呢会让我非常心动，所以就把它给带回家。有几个改良的地方，第一个是它的一个面雕啊。首先呢原本的这一块呢我觉得已经很帅了啊，这个，但是呢如果你跟这一次新版的相比的话呢，你又会觉得这一次的一个家伙呢生动的非常的多啊。那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人脸造型的变形金刚，尽管这个也是人脸了啊，但是以生动的程度来讲的话 MP52 可以说胜出非常的多。第二点是它整体身体的线条，这一代方方正正啊，相比其实当时我觉得这一款已经做得很好，但是跟这一次的52相比，这个就感觉一整个日系机器人方方正正大块的感觉。而这一款52的话呢，就一个机器人就变得比较像生命体的感觉，就动画片里头卡通人物活动起来的样子啊。那包括的他身上有一个身体的比例也有做一些简单的修正，再来是他两个部分的一个就是重大的比例的缩小。背包我们看到原本的这个模具的一个背包后面非常的巨大，整个的话几乎比他的身体的话要大上足足的一倍，还有背后的这个背包这一块部分是非常大块的。但是我们这一次的52的话呢可以说缩到非常的小啊，而且背包的处理可以说是非常的干净啊，这一点让我非常的心动。再来就是这个脚侧边
这一代，这一块非常巨大的后面的垂直尾翼，这一次的话呢，整个不见了，垂直尾翼收到了这个里头去。这也是呢，我这一次呢唯一一个发生 QC 有问题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的翻折。待会在变形的时候呢，会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讲解。然后还有一些小西部的一个变化，比方说这一次的奶射线呢，它在变形的时候呢是可以飞弹跟奶射线的枪炮是一体直接在身上完成变形的。因此呢，在很多方面呢，我们必须要说它还是有一个非常长足的进步的。那我们就带各位看一下这个简单的一些细节。首先呢，面雕呢我已经是给予大大的激赏了啊，还有很多替换的脸部的表情。那么眼睛的话是金属的一个红色，那这里的话呢有一些小小的白痕，就是我第一次扣的时候呢这两块部件各位也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凸要扣进这儿，没有这个地方我扣的不够进来，不够往内部推啊，然后这个强行去跟它扣啊，结果导致于说前面的红色部分呢产生了白痕啊。这一点是我自己的一个失误了。然后背包啊非常的干净，狂派的标志呢是反过来略微的可惜啊，当然这个也是很难以两全的。然后这一块部件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屁帘，折成三块从这插进去扣稳，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呢侧边了一下看一下也是非常非常的扁平，然后这里有一个翻折的奶射线呢，可以直接变成飞弹用的一个变形的一个裂缝，这一点我是可以接受的。再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腰身是不能转动，比较可惜。它手部的话呢给各位展示一下，这里有一个齿轮关节，这个是基本的一个加分项了啊。不对，应该说基本不能算加分项。手臂的话呢因为变形的需要，它可以弯超过于90度。然后这个地方啊是无论如何呢都会去有点小裂开的，我很认真的去调整它还是会发生。然后呢它这里啊是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结合卡扣啊，建议各位啊看准了之后再扣啊。蛮扣的话呢，这个这么小的凸恐怕会被压断啊，这个还是各位留意一下，我是没发生了啊。然后腰身的话呢，这里也收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啊，相较于原本的是一个类似水桶腰，它这里特别有把这个腰身给做出来。尽管有人说它好像变胖，可是人家腰围有缩小啊，你这怎么解释啊？然后呢，它身上你可以看到这些地方啊，倒角的部分，每一个方块状的零件呢，都有做一个倒角的一个处理，所以摸起来整个质感的话是非常好的，但是它塑胶啊，有某些地方的塑胶我觉得是不行啊。然后拳头的话呢，是可以内外动一点点，这一点不错啊。然后每一根指头呢，都是有两个独立的关节，然后握持力度也是相当可以啊。对于一个嘴炮的一个反派来说啊，有时候啊，这个手指也是重要的一个肢体语言啊，还是蛮需要这个手指能够活动力能够好一点的。然后的话呢，腰身无法动已经提过了，裙甲侧边跟前面都可以拿开，然后脚往前踢，有齿轮关节，侧踢也有，侧踢是会卡住，但是没有什么声音呢。然后这里膝盖有一个声音，可是这个膝盖呢，我觉得虽然有声音吧，但是齿轮的也是会震动，但是我觉得支持力度不是很好啊。你看这样子就往后倒了，可能也是上半身太重的关系。然后脚的话呢是有接地的，那这个脚啊前面啊跟后面啊，我建议各位把它这样劈腿劈到最大啊，把它整个给撑住啊。如果你没有把它撑到最大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前人物会往前倾倒的可能性呢是有的啊。所以这个人物可能完全撑大之后，人物可能会变得更加矮小一点点，但是为了能够站稳的话，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希望各位能够把它给完全给撑开。总和来说的话呢，这一款的一个人形啊真的是没有什么好挑剔啊，尽管有一些小裂缝啊什么的，但是我真的觉得问题都不大。然后这里有一个红色的色差给各位看一下啊，本来想要这样就过去了，但想想这么贵的玩具我还是多给各位看几眼好了啊。我先讲一下这个玩具真的是自己买的啊，那我是有发生了一个地方的一个悲剧啊，待会在变形的时候呢就会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了。那我们来进入它的一个变形环节，我先简单粗略说一下，我们会分成五个步骤来把它录制完成。第一个，我们会先变形它的一个腿部，腿部完成之后呢，我们再来变形它的一个背部，背部完成之后呢，再来变形头和身体。手的话呢是第四个部分，第五个部分呢就是把这几个变好的部分呢组合起来，大概分成这五个阶段。那由于这款玩具的话呢，它的双动关节非常的多，那我害怕呢在变形的时候呢，我去搬动它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损坏，所以我会用一个剪辑的方式来做一个录影，我会把它放一个我觉得比较舒适的
一个动作呢来做一个录影啊。那我们呢先做一个简单的预备的动作，首先的话呢把这个奶色线的话呢这个地方做一个简单的翻折，把它变成是一个导弹的一个样子。在飞机状态下呢，你想要把奶色线维持原来的形象呢，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拳头的话呢也算是一个前置吧，就是把它的拳头的话呢直接的往内翻进去就可以了。当然你变的时候呢，不管你拳头怎么转，你一定要躲过两侧这两个凸啊，可能的话会比较安全一点点。然后呢这里是有一个凹槽的，跟这个地方呢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整，把它给扣上，两只胳膊呢就算是变形完成。哎，这一期的话呢就让我用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变形方法啊。来，脚的话从这个地方给打开翻出来之后呢，这里面呢有一块面板啊，这个面板的话呢我们把它的这个部件呢给翻出来，然后往下面折下去，再来翻着这个部分。那翻的时候呢就是躲过这个部件，能够把它翻到外侧就可以了。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一块部件呢给往内压下来，这个部件的话呢它原本的话是有一个卡扣的，我们这个地方把它给松开之后往内推就行。这里会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你看过来一发现它会刚好扣住，当然这里的话呢要把它扣回原位。那么另外这个脚这个部分呢，你只要往内这里压下去，往内压，然后再往上面提上去，它的一个脚部的话呢就完成缩短的一个变形了。那这一侧的变形呢就暂时到这边，另外一侧的变形呢我们也一样啊，这里要记得把它给压进来，这块膝盖这个部件是给往下压进来的。好，到这边，那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干脆先把这个膝盖给压进来，一样从这个地方给做一个简单的打开，往外翻出来之后，这个部件的话呢把它给挑出来，到这边组合好。然后呢这里有个面板翻折，翻折的时候呢就是翻到这块部件能够转出去就可以了，到这边就行。再来呢把这个部件，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小卡扣松开压进来，这个部件的话呢这里是有一个卡扣的哦，把它给松开来。那第一次掰的时候是有点紧的，掰下来，好，把它放进来，这个地方就出现了。然后后面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后面这个地方你要不要转出来，我觉得是都可以了啊，都可以。然后往内折过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凸跟凹会刚好扣上，以及这个地方记得把它给扣回去，到这里，好的，这边把它给扣上去。那再来的话就是把它的脚给进行一个缩短，到这边踢进去，往上抬，这样一来就完成了。然后两腿的话呢，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是可以先组合一下也没有关系，把它给进行一个简单的合并。背包的变形呢是我觉得所有里头呢必须要特别小心的，因为我这一次发生问题的地方就是在它的一个背包的部分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一块部分呢给解开来，然后呢往前面推下去，这里推开往下，这样一来我们解锁了背包的第一个部分。再来的话我会建议呢把手臂呢从这个地方翻折下去我们把这一带给腾出来，这个呢方便我们做一个这一带的一个部件的翻转都给翻出来。然后呢从这个地方是要进行解锁的，从这个地方往上面翻开来进行一个解锁。另外一侧的话呢我们也先把它给解锁好了从这个地方把它给进行一个翻开，从这个地方小心的翻开。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要进行这个背包的处理。那处理的时候呢我先处理这一边好了，我发生破坏掉的地方就在这里，在这个地方这个转轴啊，在这个地方这个转轴我已经有点小裂开。首先的话呢把这个部件给分开，分开的时候呢我强烈建议呢这只手呢按住这里，另外一只手抠这边把它给挑开来，从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把它给松开来。这个双动关节呢在合并上去的时候呢是需要做一个调节的，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能。这块部件把它往上翻上去之后呢，我的裂开的地方就在这里，把它给翻上去之后，这个蓝色机翼部分呢做一个180度的一个翻转，然后上面这个部件呢再做一个翻转的一个部分先到这里就好了，先不管，应该是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部件把它给翻出去，然后呢再把它盖回去。那盖回去的时候呢一样是利用双动关节去调节一下，那这里盖下去的时候一样是一个结合卡扣，在这个地方把它扣回去。那另外一侧我们也一样的一个变形方式，这里按住，这里把它给抠开来。可能如果你扣了没有很紧，一推就开了是没有关系了，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你还是小心一点。然后这个缝啊
不要推进去，先不要推进去，因为待会后面呢我们还需要这个缝隙啊，这个地方都给翻折上来啊，然后利用这里的这个双动关节去调节一下，把它给扣上，啪的一声，是不是很惊险很恐怖啊？啊，其实那个地方是还好了、啊、小心的把上面处理好之后的话呢，我们就解锁第二层的卡扣，在这个地方把它给挑起来，整个挑起来之后的话呢，我们这块部件呢可以先把它给翻折出来，注意啦，然后这个时候翻折过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块部件转到前面的时候呢，这里就是为什么我刚刚把它腾出来的，待会这个地方呢过来的时候呢遇到什么呢，通通都闪开，那这里还有一块部件要记得先把它给翻折进去，这个时候呢这一块双动关节呢就可以进行一个翻折了，翻折出来之后呢，这一块部件就可以继续往上翻，然后呢这些部件的话呢，就记得各位你就是尽量的都把它给躲开掉，就躲开掉这些地方，哎，往上一提，这样子就顺利的下来了。其实它也没那么脆弱，但是呢这么贵的玩具呢，就怕它有个什么闪失啦，所以就非常非常的令人恼火啦。然后后面的话呢，从这个地方的话呢进行一个简单的转折，那这里的话就是我刚刚提过有一个缝隙叫你不要合起来，如果你合起来它就会变成这样转不进来，所以呢当时的话呢你就故意就不要合就可以，它就顺利的就会有一个缝隙转过来，哎，刚好就可以把它给放进去了啊。那这里的话也是一样的啊，先把这个啊这个卡扣我们已经松开了，整个抬起来，抬起来的时候呢，在后面这个时候呢，这里空间是最大的时候呢，来翻折这一块部件，把这一块图给翻出来到这里，然后的话呢上面的这块部件转下来，这个双动关节这个时候就解锁了，完全的解锁了啊，完全的解锁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举高一点点这样子过来到这边配合好扣下来，这个部件呢往下转下去到这边，然后后面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哦、刚刚有提过啦，这一带的这个部件这个缝隙就不要把它给接回去就可以了，我们呢依照呢一开始说的顺序先把腿跟背包整理完成之后，接下来进行身体跟头的一个变形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身体的后面这带这里有一个卡扣，把它给松开来，这个地方将它给挑开，整个部件的后面这里就可以松开了，再来的话我们把身体呢先折个90度，折个90度之后呢，这里啊有一块还蛮重要的部件啊，就是这里有一块部件啊，不对，先变形头部好了啊，我们先把头的话呢由这里由这样子这个角度把它给整个翻出去，这个 Star Screen 这个头啊捏下去之后，这个弹簧就可以给凹下去了，凹下去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把它的头部呢给翻折到正前方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块部件呢可以翻折180度，待会包到下面来，就是把它的这个驾驶舱呢就把它隐藏起来，那我们可以先把前面的这个飞机头这个部分给翻出来，先做一个飞机头部分的一个还原，这个地方转出来之后啊，记得这里转一个角度，从这个地方转过来，先回复它的一个飞机的一个头部，然后这个地方呢可以往这里拉出来，拉出来之后呢继续的往外拉，拉出来之后的话呢，我们这个部件呢这里有一块这个整个拉直里头的一个驾驶舱的部分呢，把它给挑出来，从这里将它给挑出，然后呢这两块部件的话呢直接的把它给拼凑起来，到这边飞机的头部呢给做一个组合，好，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待会要记得的话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个飞机的头部啊，它这里是有一个这里有一块是算连接杆嘛，这一根连接杆，这个连接杆待会是要把它整个是要往前面拉到最前方去的，那与此同时的话呢，我们先整理一块部件，整理这块部件的时候呢注意，就是这两块部件呢折这一块的时候呢，身体一定要打直，身体一定要打直，这个部件呢才能够往内推进去，这样子推进去，身体要打直，你不打直的话这块会卡住，先把它打直往内给推进去，这一块其实如果不是镜头前面的话其实不算很难，这样推进去，好，把它往内折进去，另外一侧也是一样，折进去之后再把它往内给盖下来，那往内盖下来这个头啊这个时候是要到前面去的，盖下来看到没有，这里两侧这个部件的话比较容易去松懈到，然后呢这个飞机的这个头部啊刚刚提过了，这两个连接杆是要往前面拉到底，以及这个 Star Screen 的这个头耳朵要捏起来往内塞进去，然后往下压，这样这里的话呢后面这块部件扣上去呢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密合，那基本上呢头背部都算好了，我们接下来就进行手臂的变形，
手臂的变形呢比较有意思，跟之前的模具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首先的话，我们把它这块部件推回来，然后呢，手臂这里，我们记得把它给转进来，然后这块部件要转到外侧去。我直接用个结果论给各位看一下，结果论这样子，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你就是把握住这里，这里有个倒钩，这个倒钩要把它留在外面，留在外面。另外一侧呢，我把镜头拉近给各位看一下啊。首先的话呢，你要把这个手臂啊，它的这个部件，把它的话这个地方有一个结合的一个缝，这个缝你要先把它给露出来，把这个倒钩给露出来。然后呢，推的时候呢，第一个你就记住，把这个红色部件，它是红色部件，一定是要推进来的。然后推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个是齿轮啊，不对，这个螺丝，这个一定是朝下方这样子掰进来，到这。你就会发现呢，这个倒钩就会在正前方了，然后呢，手腕的话刚好就可以折进来，这个呢是最没有问题的一个变法。然后这个里的话呢，把它给翻出去，到这边，两手的话呢，中间呢是没有结合的一个卡扣的，你只要放到这里就可以了。那么呢，这个就是它飞机的一个肚子里头的一个形态。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就开始进行它的一个总全部部件的一个结合。那你就是记得。脚这个地方的话是往下面掰一个角度，最后才是往上提啊，最后才是往上提。那变形的时候，我会第一个步骤先把这个地方，它这里是有一个，这里也是有一个双动关节在这里的，你是要把它推起来往前面推。然后呢，你我刚有提过 ，Starscream 的耳朵必须把它捏紧塞进去，这样一来的话呢，它的一个密合呢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好，然后往前面推。那这个部件的话呢，这里过来，这里记得过来，好，到这边。把这两块部件把它先把它给捏在一起，然后的话呢再塞到这个部件的下方去。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稍微的先整理一下前方的一个卡扣，你稍微去摸索一下，看是不是都有扣到一个定位。好，这边的话呢都差不多扣上之后，我们最后呢再把这个脚的部分呢给往上提上来。那把脚提上来之后的话呢，就是后面的这里有一块部件，这里有一个凸跟它的一个结合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就把后面这些部件翻折一下，把它给扣上去。最后的密合其实不算难啊，就只要你前面的东西都扣好，它的容错率还是有点高的，容错率还是有点高的，就把它给扣上。然后这个翅膀往后面推过来，它这里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卡扣，把它给扣上去。啊，尽管变形是表现起来是小心翼翼，确实我的小心是因为我不想它在我任何的地方的损坏啊，因为实在是太贵了。变形呢最后呢就是把这个奶射线，不对，现在变成是一个炮弹的部分呢，把它给组合上去。那其实就是利用这里的这个多重关节呢，然后把这里这块凸呢跟上方的这个地方呢给扣在一起。那这个扣上去之后，它对于翅膀的一个固定的话呢，有一点点的加分啊，一点点的加分。它这个翅膀是会往上翘的，往下是没问题，你往上一推，它会推上去。这个呢，多少可以增加一点点的阻力啊，一点点啊，一点点，没有说很多啦，没有说很多，但还是了胜于无，了胜于无。这个地方转过去到这里，然后呢，旋转这块部件。总而言之，你就是旋转这些多重关节，把这个地方呢给扣上去，然后后方的这个一些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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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翅膀啊什么的，就把它给调整好。那以我手上的这一款的这个地方记得把它给压下来啊。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这个地方的卡扣是比较松啊，并没有能够完全扣得很好。然后上方啊这里给各位看一下那个到哪去了，就是那个有裂开的地方，我记得是在这一带啊，我忘记是哪一侧，反正就是我所谓的灾情就在这里发生的。那尽管变形的时候呢是感觉是很小心的，但其实也没有说那么样的困难了啊。那就主要还是有些人是一拿开呢就坏掉了或者怎么样，那这个就各种悲剧啊，大家就你就自己去衡量一下这个玩具你到底是买还是不买。那它下方的话呢都是有这个轮胎的。其实如果你一个人呢慢慢的呢去进行把玩的话呢，其实这一款的一个变形也没有说那么恐怖啦啊，尤其是它的人形啊，我真的觉得是挺好看。然后慢慢一片一片部件去推移的话呢，把它变形完成也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然后后方这个地方啊是可以说是可以拉出来的。我们来看到这一款 MP52 的一个载具形态 ，F15 的一个战斗机啊。
那钢的一个变形过程呢，我们再简单的给大家复述一次。我的变形方法呢是先变形腿部整理好，再来整理它的一个背包，将背包呢往两侧分开之后呢，变成这个最大的两个主要的侧翼，再来就整理这个头部跟身体啊，做180度的一个翻转。在第四个步骤呢，是把手臂呢收纳到飞机的肚子里头。第五个步骤呢，再把这些部件呢全部做一个组合。依照这个流程来变形，其实并没有说很复杂了啊，主要还是它的一个双动关节非常的多。那在把玩的时候呢，就稍微留意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呢，放在胸前或者是桌上来做一个把玩啊。悬空玩的话，我怕一个失手这样滑一下啊，这个部件呢承受不了压力呢，就会去有一个裂开。那我那个裂开的位置，应该是在在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裂开。但是说实在话，并没有很影响把玩了。这个地方去翻着，其实真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心情就是很差啊，毕竟是很贵的玩具。然后呢，F15 的一个载具啊，这个我相信辨识度还是很高的啊。看一眼你应该就能够知道。也有可能是闪电的啊，现在很难说。那它的一个飞机形态下，我觉得最大的败笔呢，裂缝就算了，我不是很 care， 是这一代，这个奶色线这个地方分出来这里啊，你可以看到这里完全就不是 F15 应该有的造型啊，就非常碎，也没有做任何处理的。再来是它的一个底部这一块部件，那这里的话，这块部件的话呢，它是有附一个透明的一个支架，这个地方扣上去啊，就会跟那个紫色的一个支架做一个联动，这个就不多提了啊。然后呢？这里驾驶舱可以打开。这一次的玩具呢并没有附带一个小人啊，所以只有一个驾驶座而已。前方这个地方打开有一个侦测的一个雷达啊，这是做一个样子给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然后底部的话呢有三个轮子，后面两个滚动性很好，前面这个稍微差一点点。那放在桌上的话还是没有问题，推动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啊，还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推动性。后方这个特效件的话我就把它装上去了啊，这个地方你可以，这个地方是可以把它给拉出来的，你要把它缩短我觉得也是可以的，都看个人的偏好啊。这个地方机翼的话，这里是可以做一个减速或者什么的一个装置炮弹你要以奶射线的方式来做一个摆放也不是不行啦，这完全是端看个人的偏好。这是它的底盘啊，那整体来说还算漂亮啊，还算漂亮。但是它的载具呢，如果你要把它拿来跟旧的模具相比的话呢，可能会居于一个下风啊。我们就把这个旧的拿出来。首先呢，体型的话呢，原本的旧版本的 MP 的体型比它大一点点，给各位看一下，稍微大一点点，真的是稍微大一些些。然后这个机身的扁平度来讲也更加的扁平，它这里没有这一块部件啊，以飞机的一个薄厚度来说它是更加的轻薄一点。你看我们如果把它放成这样子，你应该可以多少可以感觉得出来，这一款比较薄比较大。那驾驶舱它一样是可以打开，那旧版的玩具它是有附一个小人的。那这个炮弹的部分新版的胜过，它可以在炮跟这个，那炮弹跟这个奶射线之间做一个自由的转换。再来上方的裂缝的话呢，我想应该看得出来旧的模具的话是比较 OK 的，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在变形的过程当中呢，旧的模具呢变形也是比较简单啊。我提一下好了，这里我刚变形的时候忘了提了，这里变形完成的时候，这里这块部件要往内压下去，往内压下去，这个地方再往内压才能够扣得紧啊。如果你这一块没有往内推，它里头那个卡扣没扣到的话呢，这两个地方会非常的松啊，是稍微提一下。那整体来说的话呢，就是以模具来说，你要跟旧的 MP11 去相比的话呢，载具我认为旧的模具比较好看，但是以人形的话呢，是 MP52 是胜过新的胜过旧的模具会非常的多。但这个价格真的是让人是比较需要考虑一下。然后 QC 的话呢，我自己遇到的部分呢就一个地方，那把玩的过程设计有点意思了啊。如果你一个人静下心来，夜深人静的时候掰着玩，其实也还不算太差。但是入不入是端出来个人的一个偏好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